春暖花开，又到了，对吧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豆。现在春暖还没有花开，今天气温蛮高的。我现在准备把这边的八只移到那边，然后再把那边的那只母兔移到公兔那边，还给公兔，因为公兔现在膘肥体壮。所以他可以做点他的本职工作了。母兔已经放出来了，我现在需要打开公兔的门，让它进去。我警告你啊！我警告你啊！掌握点分寸啊！听到没有？注意分寸啊！不要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啊！现在已经全部弄过来了，都想挤出来，我就不让你出来，我就不让你出来，想跑都别想，进去，进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喽。我得给他们去弄点吃的。哎呀，因为他们在刚抓过来，有可能会打架，所以我要给他们弄点吃的，他们就会忘记这件事。哎，不能尿，不能尿，不能尿！尿我裤子上了，什么玩意儿嘛？有这么干的吗？